那个回了没有？他回了，他说他80台，他说80台。原来你怎么，我就说好的呀，等一下呀。你就直接给他做单了，他等一下。对啊。你的家伙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他的屋子如果好，就应该量就有多少。对啊。他就想单。直接给他逮，这个单逮过去。你怎么回的？我说好的烧等他。这个我说上一句话你怎么回来？他嘛。站在你的角度，他你讲这句话，他就认为你肯定得给我讲。但是你说我帮你怎么样，他会感激你。如果你申请下来，他还会感激一下你。是不是？没申请下来，你也会心里感激的。看着你，就是其实你都没帮我的时候，你先帮我说，我再帮过来是吧？这个是。待会儿再聊一个，到时候啊，这个待会儿。Thank you.